家已经占佛法生三宝，我们有佛法生三宝为我们的皈依，为我们的意念处，接着大家就更进一步来净化我们的身口意，我们一起静坐修行。大家就从我们调整自己的身体开始，调整会影响到我们静坐，还是会促成让我们的静坐更好，就从外在开始调整自己的坐垫，坐垫的高度，我们所穿的衣服，我们就调整到适中刚刚好的位置，不太高不太低，不太硬也不会太软，然后就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部位调整一遍，从我们轻轻的合上双眼，柔柔的闭目，让睫毛轻轻相触，让我们在很初步就感到轻松失败，轻轻地合上双眼，让上下睫毛轻轻地相触就好，然后我们就让这种轻松失败从这里开始蔓延到全身，到我们脸上的肌肉、眼皮、眉头间的肌肉、脸颊、鼻子、嘴唇、舌头、下巴都跟着轻松舒服，跟着失败，整个头部空空。如果我们尝试让脸上带着笑容，也会有助于我们个人能放轻松。颈部、两侧肩膀、手臂、肘、手腕、手掌、十根手指头，一一的放轻松，到上半身剩余，就是我们的胸部、腹部、背部、腰部，怎么个维持法，让我们上半身自然竖直，但是能放轻松，上半身自然竖直，会有助于我们血液循环顺畅，
能做得更久，不容易酸痛麻痹。下半身大腿膝盖小腿两只脚每一根脚趾头，如果我们采取的是盘腿的姿势，要确保我们没有压迫自己的其中的一只脚一只腿，还是用散盘，有的人觉得比较舒服。总之，让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属于轻松、失败。每个身体部位松开，不要让任何一个部位呢仍然绷紧，为了支撑某一种姿势、某一种角度，然后我们刻意的僵硬不放松，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是有权利轻松失败。佛法修行是多么的细腻精致，但是呢，也会居住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但是我们要准备好自己的身体，调整它，让身体促成我们修心，让心静定下来，别让这个身体成为我们修行静坐的负担。自己感到初步的失败轻松舒服，能够自自在在的维持，我们就慢慢的接引自己的心，让这一刻很会奔跑，想东想西，想个不停的这一颗心，能乖乖的回到我们身上。但是身上目前就是轻松舒服所聚会的地点，我们就迎接这一颗心，让它很乖巧的回来，就按照自己喜欢的方法，我们要想象个画面，
是吉祥的画面，像个透明清澈晶莹明亮的钻石珠宝的佛，水晶佛，也可以像个圆形很容易像的水晶球，水晶月亮，在我们心里也可以，我们想着พระมงคลเทพมุนีหลวงปู่จูซือ的水晶体，想着祖师，让祖师为我们慈悲的加持我们的静坐，也可以要默念佛圣号萨玛阿拉亨，萨玛阿拉亨，萨玛阿拉亨，就让声音来带动我们的心，让心不去听，不去管外在的事物，也可以，但是无论我们用想象着吉祥的画面，还是默念萨玛阿拉亨，我们都要很轻，又轻又松，要很轻松舒服，一点都没有用力，很自然的想。或者呢，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默念，觉得自己的心静静定定，跟自己在一起比较舒服，觉得这样就维持着这样，让自我的心跟着自己在一起宁宁静静，轻轻松松，舒舒服服，สบายสบาย，就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按照龙部主持教导我们唯一的一句金言玉语，只谢是成就之本，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只谢静定，让我们的心跟自己在一起。如果我们会这些，够
冷静能等待，就真的简单。会带自己的心，会引导我们的身心，使它慢慢的直接静定。如果还没有静定下来，我们能不能让自己足够的冷静，不期盼，不加速，慢慢的引导，足够的冷静与耐心。无论有什么光亮还是不亮，有什么经验出现还是静静的，我们总是能等待，会直接够冷静，能等待，就真简单。那么一下子，大家就会感觉禅修并不是一件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反而是随着我们自己引导自己拥有宁宁静静轻轻松松舒舒服服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จะเจอชิงไม่อยู่ไว้ก็จะหินต่อเจอว่าจริงชิงแต่เท่าจังเจอว่าฉันสิ้นนิ่งนิ่งจ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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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งทรงทรง舒舒服服，สบายสบาย，越做越松开，越做越สบาย。静心的维持，持续下去。
情很轻的持续维持自己的心，很细腻，很轻柔，如果我们能够更轻更轻的接触我们自己的境界，很轻很轻的接触我们的身体中心点，我们禅修静坐的经验会很快，在最后的阶段，我们一起做慈悲观，圆满全放慈悲观，就从我们自己开始，让我们内在的清净很纯净的这一股能量从自己最清澈透明晶莹明亮的那一点开始芬芳扩张扩大到全身，我们的身体也跟着透明清澈亮了起来，然后就祝愿自己身体健康，没有病痛，让自己行住坐卧都平安吉祥，时时刻刻都是平安脱险，人见人爱，逢凶化吉，让我们整个人是吉祥，是幸福的来临之处。然后就让这清净这一股正能量扩张扩大到整个家园，愿所有的成员也跟着幸福平安健康发喜，全家人都是平安团结和乐，成为佛化家庭法身家庭。同时呢，我们就把我们的爱心慈悲心一起扩张扩大到整个社区，
整个国家，愿新加坡国泰民安，人人都幸福快乐，能够早日脱离疫情，谁有什么病痛痛苦缠身，就能早日好起来，继续的扩张扩大到整个空间，天盖整个地球，到无限无边整个宇宙，接触到一切有情众生，就愿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能离苦得乐。净化整个空间，干干净净，让世界适合于人人们行善积德修波罗蜜。